21号嘉义地区的保罗大雨，阿里山铁路6公里以及7公里两处道路路基老师以及下陷，临时特班每日巡视铁路安全，透早发现立即通报并进行修复作业。21号嘉义地区的保罗大雨，山溪啊雨量观测点是雨量最高达46毫米，累计雨量达127毫米。造成阿里山林业铁路6公里以及7公里两处道路路基老师以及下陷。阿里山林业铁路每日伫半暝啊12点以及透早5点进行路线交巡作业，发现伫个两处路线受损掏空下陷，紧急通报并进行修复作业。除了伫现场全程监视以及安排工程车载运路基施工材料以及机具，并伫掏空处进行开挖，确认路基老师的深度并清理完成，回填全新道路，并查到夯实以及路线整理，伫下晡2点完成路线整修，维持列车安全运行。阿里山林铁道班修复安全，道班工人立即抢修，经过9点钟抢修，终于恢复列车运行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伫个乡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